这边是台东东园种苗，这个是山竹，很多人都在市面上买了很多山竹之后，在 FB 上在问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泰国山竹啊？认这个山竹很简单，你可以请商家先把叶背拍给你，就是看它的叶脉之后，旁边会有一条线连起来。我没有看到，我这样一只手，好，就是这一条纹路，有这条线这样连起来的，就是泰国山竹。确认了之后再买。这一颗大概种了三年，这个是泰国山竹的小苗，今年都没有空把它移植，这个是这个月才刚刚把它移植完成。这边的是两年的苗，好，来看一下种了大概四年的山竹苗，我们的苗圃里面就是每一个喷水管上面都种一颗，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员工在上班拔草的时候比较不会把它踩到。这两排比较清楚，这个都嫁接过了。